好吧。一会儿。OK。是这样吗？是这样吗？在远处凝视着你的变化，我担心你就像梦一样消失了，突然间世界空了。我最惧怕，我最惧怕，所以就紧紧地围绕你呀，寻寻几个四季流转的时间，有爱的印记，但希望时光能停留此处，都有着你。就在此刻原谅我下不见，从未答应诚心许愿，就是希望你围绕我身边，直到太阳升起，生命你俩上床了？啊？啊？没有，就是单纯的睡了个觉。君子啊，坐怀不乱。老舅，嗯，你说他现在工作这么辛苦，我作为他的未婚妻，我肯定是要全方面去保护他的。可是我什么都不会做，我也不知道我能干点什么。谁说你什么都不会？你不会做饭吗？我每天都在给他做饭。可是，哎，我可以去给他送菜，爱心餐，一天5顿。你把他当猪喂呢？